家的放飞计划再升级，庭筠想要自由，却难改压抑的习惯。你一定要大声的制造声音，让他停止动作，让别人知道你需要帮忙。赶快！要怎样？杀人救命！杀人救命！大人吴玉景的争吵意外触动子祥，勾起台北伤心事。就是为了吵架，好像是为了我。没有，我们吵架不是为了我。我非常讨厌有人为了我吵架，一劝就被骂，一劝就被骂。他说：“怎么想啊？你不懂啊。”换爸妈旅程最后一里路，两人克服内心恐惧，挑战自己。呀，干嘛？难受很。There is nothing but this and this and this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遇到三人往那边右转，12点嘞，结果还是走错路。他们对爱与自由的渴望，最后能被满足吗？